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其实 Dragon， 我是凯龙 ，Welcome to my channel。今天呢，就让我们来给你 demo。那自己上集回顾一下好了，今天就是这个材质包，可能以这材质包可能以后凯龙就是会用这个材质包，因为看得比较可爱。然后凯龙为什么身后有三颗青金石呢？因为给大家看，秀。好，我懂。然后等一下哦，应该小简单吧。然后它这个，你看它这是 Apple 哎、欸，它这是不是 Apple 啊？就是平板电脑的样式啊。先给大家看一下，为什么我身上是会有那个青金石会有那么多？因为你看那边，大家还记得上集吗？上集就是那边不是会有青金石？嗨，没错。然后结果就是我不小心把一个青金石放在楼梯那边，不是，就是放在这边看不到，反正就放那个楼梯那边。然后结果我想说惨了，又要重逛一次地图了吗？不要。那我就抱着莫名其妙的心情去再踩一次那个，然后结果就成功了，躺啦。结果就那个不是成功，就是又领到一颗金晶石 ，yes， 好哇哦。然后什么啊？哦，这边有个红石电路，不知道干嘛的，我看一下，看不出来，算了，凯龙完全没研究红石，这红石一窍不通啊。好的，云、就这边，然后啊，怎么我怎么没有跳起来？你要跳啊，你怎么不给我跳？为什么？然后跟大家讲一些很好笑的事情。凯龙刚刚在玩 Google 账号，大家应该知道，为什么我死了 ？Why？ 哦，说死了，你看。我觉得这个系列应该马上就会结束了，只剩下三条命可以玩。惨了，我觉得系列马上结束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但是刚刚就没那个注意血，然后就莫名其妙死掉了。GG。那我觉得这系列会马上结束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go。然后凯龙决定不再就是先录影然后再录音，虽然先录影再录音可以录到游戏音效，但是好难配哦。然后就是还没有说完，大家应该知道就是 Google 账号可以一直重复办重复办嘛，然后重复办，然后凯龙刚刚就连续办了两个新账号，莫名其妙。然后一个账号叫做塔扑，一个账号叫做呼呼，我记得是塔扑跟呼呼吧，就乱取名字，整个超好笑的。然后至于为什么要办那些账号呢？就是想办好玩嘛。惨，我只剩下三只命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可能这系列，可能再过三集、四集 Everson 就要结束了啊！不要，然后把这好基友一辈子吃掉一些。啊！可能这系列再过几集 Everson 就要结束了，不要啊！好可怕、啊。我刚刚是没注啊，没注意到血，然后就直接这样 GG 了吗 ？Oh no！ 是不是怎样啊？竟然跳不过去呀、啊！哦，啊啊，是怎样？为什么不让我跳过去？人家是不合法的哦，你要让我跳过去，不行。哇！跳不过去，跳不过去啦！我已经在那边浪费好多时间了。好，为什么连续那个岛都要跑过啊？
为什么跳不过去？为什么 ？Help me！ 终于叫过来啊！终于啊！哦，对哦，他那边是不是有说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全体生命加什么那个？我看过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去一下白色岛，这下好基友，好基友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。哦，你是那个啊啊，你是那个守财奴。哦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青金石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呀？把放这边巨人，然后考试一下才发现这是一个巨人的样子。这边有很多东西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凯龙莫名其妙跑到一个地方去，然后感觉这集就都在那个废话，惨了。不行啊，是那边吗？不太确定。说实在，锁链装的耐不是耐久度，锁链装的保护度跟那个一只牛，我还在那边。锁链装的保护度跟那个叫什么？跟铁装的保护度不一样。我们把它拿下来看一下。好，这边到5-6个半，4个半，有差，用铁穿铁装好，嘿咻，好痛啊！惨，好，这边吧，我记得这边有个箱子，应该是这边吧，是吗？哪里可嘞？说好的箱子呢？算了，我不知道，书上有箱子啊哈。书上有箱子啊哈，蓝色的智慧起源是这边吗？找不到，我你们先传送。好，这边是能告诉你讯息吧，但破完任务在这某座岛上有个遗迹，他会告诉你暗后智慧的力量。对，没错，这个我超想拿的，但是不确定可不可以拿。那我们今天不是要破白色岛任务吗？嘿咻！对我点头干嘛？白色岛任务，这是白色岛，对，白色岛任务，我看一下，白色雪球、黑色的豆子、细沙卡、珊瑚放入白色岛入口的箱子里。这边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反正我一直很怀疑那个岩虫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上去。不，我的，惨了！这下搞不好这集就是这集 episode end 了。惨了啦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找个方法。这个好配包，我们去岩浆地带那边看一下。嘿，跳进去。好，看我们看一下，就是你嘛，对不对？后方的生存遗迹收集一个生命回复便可以开启一个岩浆，不是你啊？岩浆身上的生命回复一次回头一个。生命回复。好烫烫烫。Oh no。好，OK， 好。
那种啊，我痛，惨了啦！我不应该在私底下玩那么多的，又有私底下搞位置去乱搞，不是乱搞，就是私底下搞位置去乱住绕住走走。啊，不行，这样是，我们赶快到那边，冲啊！太久，难，看来以后这种 RPG 游戏，不能在那个，哦，不能在那个乱走，私底下不能再乱走，那么真的会，就是这个讨厌的始祖啊，哦，太久，嘿，哇，哎，怎么啦？不行啊！好，我们来了。好，一刀，就在这黑暗中，我们就请各位观众们稍等凯龙一下。身上也不用稍等了，我们直接下去就好了。这是要跳的地方。哦，有那个灯。哎，小啊，他怎么摔那么多？啊，这边树有一个啊，但是我不知道这道是什么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蓝色的豆子，我们先把它拿走吧。好吧，就请各位观众稍等凯龙一下，好不？那我们就下个画面见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凯龙回来了。虽然大家可能只是看到一瞬间的画面就改变了，事实上，这段影片凯龙隔了，就是上一段影片跟这一段影片，凯龙身上隔了一天两天多才拍呀、啊。好啦，那就是这次就是这段影隔，然后凯龙就是。要怎么讲？凯龙用另外一个录影程式，还好啊。贝壳，我们就以后简单讲哈。好啦，那我们刚刚拿到这个，那我们先看一下任务不？太凶！黑色肉子，这我觉得黑色肉子应该有了那个，这个应该是黑色肉子。好，那白色雪球还有细沙糖，细沙糖，不修。我懂，跟大家报备就是，我觉得这集可能是收集 Everson 了，因为看，现在大家看到这条命是凯龙最后一条命了啊！不，怎么莫名其妙到最后一条命了啦？然后所以就没有命可以玩了 ，QQ。要么就是凯龙去冲冠一次地图，要不然就 GG 了，这局就做一局 Everson 了啊，不行啊，那我们至少要找到一些东西，为什么这边火在烧？我们进去房子里面看一下好了，稍微，不行。算将就，这没有东西吗？这边，哎，当当，关按什么？我不懂啊，按什么？哎都。话说生命回报怎样？为什么会有铁巨人的声音？会咻，这么有东西吗？上面没东西哦，没有咻，这家好基友，
那他刚说生命回复怎么用？哎，我们好像没吃下去哦，好痛！生命回复，生命回复，好，没想到生命回复，但是，一刀，好可怕，又下来了 ，QQ， 好啦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爬上去。啊！哎咻！不行，这集可能就短一点，那就哦，请各位观众们见谅喽！啾啾，好啦，好啊，我们这集还是到这边结束好了。因为什么？反正这集就到这边结束就好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差不多了吧？好，这边结束了，说是感觉隔了一天，两天半才来拍第二这一段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差不多跑到这边结束了，这集应该是很短的 episode 吧。那希望大家喜欢这集，那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个喜欢，想去收看的话不妨按个订阅。那我们就下节目再见喽。哦对，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卡红订阅的数37人了，塔啷，37人了，终于耶！然后观看人数，总观看人数跨破2000了，塔啷。好，那喜欢卡通片可以按个喜欢，想去收看的话不妨按个订阅。那我们就下节目再见喽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